根据卫福部统计，每一年脑中风差不多造成13000人死亡，17000人生活失灵。以占中风原因70%的周态型为例，会当伫个黄金3点钟内赶到病院接受治疗，只是少数。即马透过新式的颈动脉取栓术，会当突破传统静脉溶栓剂注射的限制。静脉溶栓剂，它一般是要在发生中风内3个小时内打到身体里面。如果一时间不够短，接受到这个治疗，或是他在接受这个治疗内之后，他的症状还没有完全改善的话，都可以接受这个颈动脉取栓术。它溶血的时间会更长，会让这个病人更有机会把血管打通。颈动脉取栓术是运用微创脑导管的技术，透过病人改变动脉，将导管引到周台的脑血管，将血栓取出来，不止减少副作用，同时提升患者的恢复效果。可以让血管打通的机会更大，那病人之后恢复的状况就更好，包括手脚没力，或是讲话不清楚，或是意识恢复的状况会更好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动脉取栓术可以避开全身打静脉溶栓剂的副作用，比较不会造成全身的出血。急性欠血性脑中风区域化照护网络已经在各地推行。医师提醒，若是突然间有嘴歪、目睭错、一边手无法度举起来、讲话讲不清楚，等等可能是中风的症状，拢爱马上卡119，由消防局将病人送到适合的病院治疗，增加复原机会。台新闻陈千惠、张振龙台北新店报道。